一处传至唐尧柳石的论为过，后因少设七九为民除害，李尧大喜，哈哈哈哈，上位让贤，不料这后羿得了大位，日益骄纵，涂炭黎民，还从西王母处求来不死之药啊！哎呀，后羿有妻名唤嫦娥，为断其不能长生，解救百姓于水火的道邪，便窃取灵药，飞奔宫中。月宫中有天蓬元帅前来调戏。呵呵，妹妹桌椅屏风，人冷井冷，岂不可怜？嫦娥言道：“我这广寒宫里朝云不暇，有玉兔鹫陪伴，却是清静安宁，反倒是元帅来此刮噪，只怕祸在眼前。那天蓬果真因此被陛下凡尘化作猪八戒，令难取经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‘广寒宫中可怜人，一怒天蓬落凡尘。嫦娥不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自在心，可怜人。’”